啊！师弟，你说为啥这房价又涨了呀？啊，涨就涨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师弟，你就不能有点长进，学学师兄我吗？每天奋斗就是为了能在武林城买个两室一厅。买房？我毫无兴趣。什么？你闯荡江湖居然不想有个房？对啊，不真情实感就不会塌房。塌房？武林城就没地震过呀？